7月4日，泰和音乐集团服务艺人、华语殿堂级摇滚劲旅面孔乐队2018全新 EP 幻觉北京媒体见面会暨全国巡演启动发布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发布会现场，面孔乐队表演了乐队经典曲目《梦》和《英雄》《幻觉》两首全新作品。著名音乐人老狼和著名摇滚音乐人超载乐队主唱高旗也作为嘉宾亲临现场为这次见面会站台。现场老狼、高旗与面孔乐队成员热聊不断，彼此间的好交情显露无疑。面孔乐队现场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并且跟大家分享了 MV 拍摄的时候一些难忘的经历。每一个环节都很难忘。首先大家都非常敬业，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大家都是，而且我们会站在一个水盆里边去拍摄，是我们的导演柴导的创意。我们一直站在冰凉的水里边站了差不多有一晚上吧，所以大家脚都泡敷弄了，回家都拿泡椒所以这只是一个小环节，大家都很辛苦很敬业，我希望这所以说出来的成品才会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啊。据悉，在面孔乐队2018全新 EP《幻觉》北京媒体见面会暨全国巡演启动发布会后，面孔乐队将全面启动巡演，此次巡演将登陆昆明、大理等11个城市。非凡娱乐，北京报道。